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我们的金曲歌后准备了非常多，你可能很少听他唱，或根本没有听他唱《知否桃源》，知否我们的2019桃源铁玫瑰国际音乐节的曲目，所以请大家尽量靠近一点，我觉得你们连一下就会热舞起来。毕竟你知道，他不是简单的角色，他是狠角色。我们来看看老师，哦，老师还在准备。好，我们要谢谢所有的好朋友，这两天呢，在我们的铁玫瑰国际音乐节里面，尽情的享受。我们希望每一年这个活动都可以持续办下去。今天这么多人，跟昨天一样多人，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大家。紧接着下来，一直到年底，我们还有很多音乐节的活动，不管是讲座啦，或者是接下来的海外音乐节的演出，或者是小型的售票演唱会，跟十二月份的铁粉摇滚趴，我们都希望所有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2019桃园铁玫瑰国际音乐节的官网、跟脸书还有 IG 的消息曝光，好吗？好，那等一下呢，今天是压轴了，我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，等一下离开的时候注意安全，然后平安回到家，然后把所有的音乐的满满的感动带回家之外，我们的垃圾不落地，等一下走的时候麻烦大家一下，然后我们要掌声谢谢今天所有摊位辛苦的工作人员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所以请你们接下来的掌声加尖叫声，让我们欢迎金曲歌后艾怡良。嗨，大家好，先让我装优雅一下哈，瞧一下。第一首歌呢，我想要先向一位我真的很尊敬的国际巨星好好的致敬，给我几分钟的机会，让我们一起感谢他，好不好？哎嘿嘿，这种音量嘿，好不好？好，凤姐凤飞飞，我想演唱这一首歌。人间
铁玫瑰们，哎，男生也可以是铁玫瑰啊，是吧？玫瑰象征着一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困境，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，但还是会坚强的开花呀。现场的大家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声音我们就这样持续到最后一首歌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可以跟我台上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在那边装小木，真的，他们是我真的合作了很久，玩音乐一起玩很久的哥哥姐姐，我们先给他们一个最大的掌声。哦，叫叫叫！真的很开心，我们可以用这么轻松的姿态，然后带来我们很喜欢的自选歌曲献给大家。这首歌呢，我很少唱，有一点毁灭性格，希望你们可以听听看，比较不同于我平常商演会唱歌的样子。灭了我。时间多，在那。
谢谢大家。还习惯这种曲风吗？因为有时候我会陷入这一种宇宙的深渊，然后有时候我也会想要讲一些比较柔情的事情，但是因为今天是铁玫瑰，柔情我们就先放着，好不好？改天补给大家。因为我真的好久没有让自己好好的释放一下，我今天想看到大家把自己最坚毅的，好不好？最坚信的那一面都借给我，可以吗？现场有没有彩虹旗啊什么？啊，我刚才因为我朋友有穿彩虹袜子，我就以为今天好像会有很多彩虹。All right， 在那边呢。好，我们就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们在哪里就好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我跟你们说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诚恳的事实。我先说我要唱什么，这首歌叫做《逃生计划》。原唱者不是我，我在听到这首歌被一个人 copy 之后，我决定把这首歌的拥有权让给他，因为他真的是用生命在演唱这首歌的。我可以看一下丧命歌姬在哪里吗？哦，对不起，他已经晋升为索命歌姬了，就是他戴眼镜的索命歌姬 Randy。 现场的掌声加尖叫，你们的反应呢？他，我的朋友，就是你们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首歌我要向原唱致敬，祝你越来越美丽，年年有今朝，年年有今日。然后你们要准备好陪我一起唱这首歌，冷吗？哎，你们也是还蛮温文儒雅的一群听众，无论你是什么个性，是送给你们的。等一下哦，然后因为这首歌我需要的空间比较大。You know? Do you know? 嘿嘿。轩老师，我好了。知道，找不到，找个好身体好。
你们帅毙了，右边帅，中间帅，左边帅，旁边的朋友，我看到了，你们也帅。哎，没有点到右边不代表不帅，右边的朋友，右后方 ，OK。小孩子那样哭着流着，然后这首歌也就到这边。好，啊，不要舔玫瑰。哎呀，哎，我就猜想，可能有一些人在等待柔软的歌曲。But， 我们等到最后试试看好了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们 order 对。今天我对铁玫瑰是有一些期许的，那么漂亮，你是铁玫瑰还是纸玫瑰？铁玫瑰，那上面歌姬我就不用问他了。我可以很快的喝个水吗？这首歌我每次都会燃起，然后如果我刚才又像刚才那样子丢丢丢丢丢，你们也不用替我担心，哈，我很好。好，这首歌《上流玩法》，我要看到你们的 moves， 站直直是不行的。
粗勇的一直，哎呦，这个是老朋友，真的是老朋友，欢迎力量，谢谢谢谢。我要谢谢铁玫瑰，谢谢你们，我才有机会跟艾怡良同台。嗨不嗨？在不在？你知道吗？刚刚你闭着眼睛唱歌，他们底下在这样晃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你太神奇了。可是我也好爱他们这样子，我也是、啊、随机节拍摇摆，好棒哦！爱不爱艾怡良？没有，我真心的告诉你们，我真的很喜欢看到大家随着音乐随意的动。是，对、就是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站不定的人。这就是铁玫瑰音乐节的精神，对不对？你喝个水，好，我跟大家说，今天已经是压轴演出了。今天我跟你说哦，告密有没有？昨天呢，每一个歌手拍照，他们都就画面都很好看，你知道今天都他们都讲不动。哦，天哪，来来。我跟你说，可以哈，可以哈。我跟你说，要拍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很美的，你知道我们每天都要有一个爆点，你就是爆点啊！铁玫瑰，你弄一个铁玫瑰的这个，啊、觉得 OK 吗？他们的姿势，一朵花。哎，今天下午下雨了，雨灌溉了，玫瑰要盛开。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哲伟哥这个动作，我要自己示范的比较透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来，我帮你拿麦克风啊。索命歌姬。索命歌姬在哪？你帮我检查一下我这个动作美不美？好嘞 ，OK。等一下，你们跟我一起拍照，拜托、哦。对啊，手举高、哦，因为你知道吗？那个镜头都在拍大家。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掐着莲花指。好哎。然后呈现一个比较女子的姿态，因为我们很美。是。对，然后我们是一朵花。对。所以我们举高的时候就这样。Oh my god！ 我跟你们可以哈、哦，前二十排都是看得到这个状态、哦。你知道第一排都很像评审吗？他们不止评歌，还评服装，还评那个姿势。这么严格？真的，他们严格，真的。评审一起做了，好吧，好吧。那为了表示主持人也很厉害，你 cue 我做。你愿意这样？我愿意啊。好啊。我为了艾怡良，我愿意。你再做一次给我看。等一下，我看照片没有做的人，我是会认得的哦。可以吗？好，尤其拿灯牌的，不要以为拿灯牌没有做，我就不会注意。生气了吗？就拿灯牌想挡住自己，但挡不住。对，我知道他是。还有那边也是。哎，你再做一次，你说这个。就是铁玫瑰的进化吗？就是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很棒，就这样的。哎，第一排很明显。还不是很简单呢。对，第一排很明显。好嘞，我拿麦克风哈。然后呢，我数到三二一，请大家。哎，对，有没有？哎，你先检查他们有没有做，对你检查完，他们再转头。来来来来，这边，我跟你说，不要以为旁边照不到，我们镜头都会扫射到，好不好？我回去会请主办单位帮我们回放，回放，来咯，可以吗 ？OK 哦，可以哦，来，我看一下，可以，我可以一起吗？你先一个人啊，一、二、三，铁玫瑰之夜。进化版的铁玫瑰，哎，这是，你知道汤马士回旋，这叫艾怡良的姿势。再一次，一二三，哦耶！哎，你也觉得莫名其妙是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一起做好。有那样孙悟空？OK OK， 头发拨一下。我今天真的大家好小心。好自在哦，左光平啊，讲一下，左妹，老朋友了，哎，我还没恭喜你，哎，先恭喜艾怡良得到金曲30最佳作曲人奖，谢谢大家愿意听的，你知道我今天现场我也很激动，我超激动的，然后我知道他在台上讲那段话，我好感动啊，他说他曾经有一度得奖之后，他一直觉得还没人听我。可以吧？证明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有没有那天？有没有那天快乐的？对，有没有那天没有说到的话？今天只否他们。其实我觉得我那天有点太自私，我都在讲自己怎么过那个关卡，但其实要不是因为有大家给我像这样子的鼓励，很直接的，我们面对面，我就看得到你们的表情，还有声音。我觉得没有这么容易就让自己再有信心一次，所以我要很诚恳的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相信艾怡良会记住今天晚上你们的掌声跟尖叫声。我们开外挂五秒钟，尖叫声。
谢谢，谢谢。你说谢谢，快点。谢谢。好好好，因为真的其实，因为你知道你刚唱《流水年华》的时候，我很感动。你知道凤飞飞是桃园人吗？嗯，我知道。所以你为什么他这么多歌，你要向他致敬，然后否桃园的朋友们，你为什么特别挑这首歌？毕竟我自己是年华似水流。你很烦，因为我对于时间这个想法概念，对，其实我是很有自己的感觉的。对，我不觉得时间这样子过，但是人的心是会随着时间的老去，是，我不觉得，对，我不觉得，因为像，其实我的朋友看到我都会觉得，哎，你写歌这么深沉，那你怎么私底下幼稚成这样？但是不一样哎，我觉得那都是每一个自己，就像我们爱怡良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首歌讲的每一句话，那就是自己啊。那我刚才那样子的动作也可以哦，我也可以啊，你们可以吗？预备起。我刚才有唱到，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那就是投入，那就是投入。我很久没有这样了，所以我真的好谢谢大家。好 ，OK， 那最后一题就是接下来下半年有什么特别的计划？譬如说，当我这样讲有点过分，因为专辑刚发，大家都很爱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大型的巡演，或者是有什么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？接下来一定会有公开的演唱会。好嘞，我们在下半年我们准备了一个我自己觉得主题很有趣的演唱会，想跟大家一起玩音乐，然后再来就是你们会听到我跟一些我的好友的 feature， 然后我演艺圈朋友真的几个，哎，不要这样说，不要泄题，但是你除了演艺圈朋友，还有这边所有的朋友都是你的好朋友哦。对，而且我们还有 feature 了，都一起唱。我觉得我也很期待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期待下半年所有爱怡良的行程，还有所有公开的演出。然后很重要的是什么？关注你的粉丝专页 IG 还有 YouTube， 对，你们打爱怡良就会输。对，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了，我们要好好的那个听歌。谢谢你们帮我顾，不会不会，这个，然后我帮你一下。哇，我帮你一下，因为经纪有特别交代说要帮他弄，因为怕他卫生纸粘在耳朵上，有没有？因为很像是他会做事，因为以前我们在唱 pop 的时候啊，他就是这样子，我就是喜欢他这样的个性。好，谢谢，可以吗？这样对，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进去跟后。刚有人放炮不行，再一次，我们要欢迎进去跟后。欢迎爱怡良。这一首歌我除了在我自己的个人演唱会里面，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唱过，然而它对我来说却有一个很重的意义，同时这首歌也是给我自己的，然后也给了一位在天上的朋友。为什么快乐对我来说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才找得到呢？有些人找得到，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找不到了。所以请现在好好的抓紧你深爱的人，然后好好的把握每一个你觉得重要的时刻。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手空下来借我，把眼睛也借我，或许你可以试试看把手机放下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把这首歌送给我的朋友，希望他现在终于是快乐的。夜晚出生的小孩，
今后多少一些。大家，我当然是不会让你们带着这样子的惆怅回家的。So, are you ready? 要接下来进行一个比较类似儿童惆怅。No, 等一下，你们资质很高呢。我们就先暖个嗓子好吗？可以吗？好 ，Don't say goodbye, hold me tonight.哎，明显弱掉，你们这样过得去？那你们 don't say goodbye 好了吼 ，don't say goodbye， 然后这边是 hold me tonight，Oh my god， 有人给我这样子，我代替乐手老师们谢谢大家，所以。暖嗓暖的差不多了吧，后面我们一起好了，左后和右后 Don't say goodbye。 哇，这个穿透性非常的温柔，等一下会大声的唱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要怕丢脸，全场大家都在唱，我还拿麦克风耶，对不对？不要怕，我陪你，我们大声的唱出来，因为今天这是我最后一首歌，我想要让大家是快乐的，有能量的，好不好？开心的跟我一起过这个晚上好不好？太好了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合唱团，那我们就来吧。
谢你们连续两天2019桃园铁玫瑰国际音乐节，再一次的谢谢你们，给自己掌声鼓励，谢谢。